身长48公分。48。哎，48。大小姐的吗？大小没有姐，没有特别。好。苏佩涵哈，在7月18号早上9:58生的，哎，我们身份识别，刚刚戴在左脚上面哈，我们身份识别都在下面，好，然后力量。跟的地方，你有没有摸到果冻？有没有卖的果冻？嗯。